子做的句子，逢人必砍。撑起我的内裤，然后被两张，两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rincess 三角，非常过年节吧，大家新年快乐。那新年呢，就是要来玩游戏。今天呢，其实我们刚刚是拍完那个台日红白大对决，还没有看的人要先去看哦。然后我们拍完之后，来到了 Hiromi 的家，然后我们要来玩桌游。对，今天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要介绍给大家。然后这个是日本的桌游，可以顺便学习日文。我觉得对于在学习日文的大家，真的可以去买来玩，很有趣。然后这个桌游，它的名字很可爱，它叫Cat and Chocolate， 就是猫咪 and 巧克力。对，就觉得不知道，对，就觉得很匪夷所思。那它是会分成猫咪队跟巧克力队，这个是编故事的游戏。然后一开始要先抽这四张 team card 来决定你是猫咪还是巧克力队，但是这个是要玩完游戏最后才会知道的。就是它其实很单纯，这个大家抽完之后呢，会有这边两种牌，然后这边一啊，看一下，像这个第一个故事。巨大な岩が転がってきた，就是有很大的巨石滚过来了，这样子。这个是一个情境，来给你一个情境。然后呢，这个木屐就是鞭，这样鞭打东西的鞭，怎么说怪怪的？对。那一开始大家手上会有三张这个东西，然后你要去编故事，然后看大家觉得你编的故事合不合理，用数字对不对？一的话，你就要用一张卡去编故事；二的话，就是用两张卡编故事，最多到三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直接玩应该比较容易理解，因为一开始我想说会不会很复杂，但其实很简单，然后又很好笑。好，那个游戏怎么结束呢？结束就是有这张 end 的卡，然后放到这个故事中。那我们每一个故事就是有人过了之后就会换新的故事，啊，抽到 end 就结束了，最后才会把这个 team 牌才会知道就是谁是什么队的，只要逻辑合就过。对，所以就是你可能给别人不过，但他或许是你的队友，然后最后才会知道，会很刺激。好，那现在就是开始就是这样子，对分队，然后每个人手上会有三张的这个工具牌，对，然后 team 牌抽一张，好，好紧张哦。就先从婉瑜先好了，然后来翻一下，这个是一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要用一张故事去讲解，对，就是编故事。这个是好，学一下日语，这个是追われている宇宙人を助けたい，想要拯救在被追的那个外星人。对，用一张牌去说明。我偷偷告一下那个婉瑜的牌好了，就是婉瑜现在的牌有这些。好，要选一张，对，用这个工具里面其中一张来说明编故事，看合不合理。然后呢，合理的话他就会给赞，不合理就给叉，这样子就是过半数就可以得到这样子。啊，好，我死错的句子，逢人必砍。我们只要对到眼了，我们就把他杀死。就杀死。3、2、1。哎呀，2-1，所以就是婉瑜可以拿到这张牌。对，那这个就难的哦，因为他是要用三张牌去做解释，用三张牌做解释很难。他讲难了。好，这个是留守番をしていたら泥棒が，是说就是在家里看家的时候，突然有小偷点这样子。好，那看你要编什么，但是呢，要用三张真的是很不容易耶，全部都要手牌要全。对，天哪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难。然后我的手牌是这个，一个是 hockey mask， 是冰上去混手的那个面具，对，然后麦克风跟 love song， 你这两个是一对耶，对啊，真的耶，就是很荒谬耶，对小偷可以干嘛？我觉得我要想那个故事，感化他，好，那跟我刚刚那种不一样，我想一想，好。面具，因为他是小偷嘛，就是我自己先戴着面具，不要让他知道我的长相，然后我再用麦克风唱情歌，唱情歌，一边唱情歌一边求救。哎呦，这个真的太难了。好，就这样了。好，那我这样子全部，因为我被刷掉了嘛，那这个全部都是。就是归还，然后我再抽新的三张卡，手上只要保持三张。对，然后这个原本的题目就换下一个人，完了。他的故事，我会先，这个是可以看到死者的能力，会跟死者跟他讨论说，哎呀，怎么赶走？然后呢？你在手机台里面吗？跟死者讨论。
小偷的注意力。嗯，对，这可以，我觉得小偷，小偷，小偷才算是没兴趣。小偷才不，小偷在第一关会先吓死。我也看到，因为这个是一个能力。对，我先跟他讨论，然后我再用这个吸引小偷的那个注意力。然后呢，我再用这个不幸的笔记本来写他的名字，让他死掉。我觉得超多余的，我觉得对，没有错，对对对。知道小聪明，来3、2、1，我是觉得还可以，我觉得你们这个不行。因为要因为小偷来嘛，我要让他下，所以我要假装我是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那个人。然后呢，为了要让他更确定我是这样的人，我就诚实，我跟他小丑一样。怎么啦？太可怕了！什么东西啊？给他踩到我没过的人。这个我觉得已经，我就不想听下去了，不用听下去了。我给，因为他还会吓，想说哇，哪有靠的这么好？你这样太残忍了，怎么吃小丑一样吓坏身啊？吓得花容失色，然后他就是逃跑，被吓坏逃跑，就赶快搭计程车去报警。我觉得那个小丑鱼就不对了，这样真的太诡异了。不是，要让他相信我是有精神病的人。嗯，你们可以更好。可以。我觉得我刚才有够好。3、2、1。小偷进来的时候呢，他就看到我们的小猫咪在睡觉，又猫人又来了。那因为他睡觉，他就这样偷偷的垫着脚尖这样跨过去，然后就发现有一叠假钞，然后他就准备要偷喽。然后偷的时候，我就赶快戴上拳击手套把他揍昏。我的牌不适合。好，我的题目是两张牌要解释这个。何事件発生なのに探偵がいつもの場所にいない。もう、就是发生一些那个困难的事件了，但是侦探没有在平常的地方，就我找不到他。这什么鬼？对啊，我再复习一下我牌手边的牌。这个是外星人袭击的事件发生，然后呢？那个关于犯人的情报，那个是可能俄罗斯文好了，所以我看不懂，所以我用了那个翻译机器人帮我翻俄文。然后我听得懂了之后呢，因为它是外星人发生的外太空战争，我就先撑起我的内裤，然后再两张，好，那我这个就好了，好，然后呢，就翻译俄文之后呢，再穿上这个宇宙服，穿上我的宇宙服，然后到外太空去拯救世界，如何？是啊，可是他不在，你上去找他吗？因为没有侦探，我都自己解决，如何？可以吗？好，我有点尽力了，可以吧？我觉得 OK， 可以。为什么？这个外星人打造世界，真的要穿外太空啊？外太空服啊？不行。可以。哦，哎呦，好怪哦！我现在呢，先用扫把，用来扫把，骑扫把去找那个侦探。过程中呢，就是我随便问路人，他们可能也不会告诉我，所以我就用猫咪这个警察的那个。识别证来问路人，然后就很快就找到那个侦探了。嗯，好，多好，咦，好，再来是新题目。好，念一下 ，This game 你巻き込まれた、ルールがよくわからない。这个蛮有趣的哦。他说，就是你被卷入了一个死亡游戏，然后你不知道规则，所以你可能就是随时都会死掉哦。我在那个游戏的地方发现一只有剧毒的苍蝇，我发现一只有剧毒的苍蝇，所以呢，我在准备晚餐的时候，晚餐是乌冬，我把那个苍蝇加进去所有人的那个乌冬里面，给所有人吃，把大家都杀死，然后我就用完了，我就直接解救。其实好像 OK 耶，对，好像还可以哦，好。好，3、2、1。对，我们换题目吧。是，接下来这个。好，
大事な撮影なのにカメラが止まりそう。这个是讲说，明明是很重要的摄影，但是你的相机要停止了，就是可能快没电了，或者是机卡不够啊，等等这样子。这个是 VR 的那个实境眼镜，对眼镜，嗯，是眼镜啊，对，是 VR 的实境，嗯，那这个嘞？这是跳舞技能哦，你都错错怪怪的。他真的学的女王，对对对，这个我刚才说过了。完了，好，那相机要停，我就召唤了我的学的女王，把整个时间都冻结。哦，好想回来哦！时间冻结之后呢？开始很好，嗯，赶快用我的那个那种什么popping lucky 怎么跳舞，赶快冲，赶快那种跳回家，赶快去完成我的相机，解救我的相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欸，我就脱下我的高跟鞋，换上我的球鞋，然后我拿这个外星人的蛋，就跟工作人员说，我找到外星人的蛋，我先处理，我先离开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哎呦，我真的好想回来。后面我们讲好了，休息休息。好，上了。那是魔戒吗？就是看起来有点糟糕，有点糟了的。对啊，那还有他送哪个礼物啊？对，我就发现说，我因为我今天戴了这个被诅咒的戒指，我就是才会让我的机器坏掉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先把它拿下来。然后拿下来之后，机器还是没有好，但是我发现，哎，我包包今天我带了一台空拍机，哦，所以我就用空拍机来拍一些重要的事情。哦，好像还可以哦。恐怖一点。321，我觉得可以。銃を向け合うために撃ったら撃たれる。哦，这个真的蛮电影的。他讲说就是，现在陷入了三个人互相拿枪的僵局。对对，然后那你射出去的话，你自己会被射。这样子。哎，换我。后来我自己才发现，我是在戴着 VR 眼镜在看电影。哦，虚拟。我今天我吓死了，我就吓死了，所以我就要吃巧克力压压惊。好像其实也是可以，好，321，可以，好，可以，表现不错吧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换一个，我要新题目。好，我的题目是テレビから怖い幽霊が出てきた。天哪，就是贞子出来了。对，从电视中出现了可怕的幽灵，这个是两张的故事。你很适合 VR 眼镜。哦，好烦哦，怎么办呢？好，我有麦克风，我先用麦克风对他讲话，但是也一边求救，就是说，有幽灵，有幽灵，然后你是谁？我就问他的名字，然后他就回答我说他可能是贞子之类的，然后回答可以帮你杀了。好，然后呢？之后我再用这个，就是。写上名字的人会变不幸的笔记本，我把幽灵的名字写上去，然后他就消失了。好吧，还可以吧，我觉得可以。用麦克风先边求救，然后边问他的名字，然后再写上名字到笔记本让他消失，可以吧？不跟你讲他什么名字。对啦，电影都蛮会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电影都会讲说我是谁谁谁，伏地魔也会说他是伏地魔啊。可以啦，三二一，耶！好，再说两张。好，下一个。好。哦 ，end。结束了。我们是有一票，然后鳗鱼3票，3票。啊，我有2票。宋姐2票，优米1票，哦。哇，然后鳗鱼同队。哇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平分秋色的感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队友牌是什么。一耶。哦，我是鳗鱼组。所以是，哎，这样子加起来是，我们现在有4张，哎，我们是10分，那你们呢？3分。哦。居然赢了！哎，真的，我跟鳗鱼一个居然赢了，真的太厉害了！那今天的游戏到这边，这个游戏很有趣，大家可以到Amazon买来玩玩哦。哦，应该有机会再来录这个游戏，真的很好玩。接下来那边影片欢迎看看，然后每天有用 Facebook、Instagram 用中文分享资讯，也欢迎追踪。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